今天来做一个脆皮奶酪棒，这是提前冻好的奶酪棒，这个是巧克力加椰子油融化好的巧克力酱，然后里面我又加入了花生碎。咱们来把这个冻好的奶酪棒放到这个巧克力酱里面，然后放进去，拿出来，10秒钟左右的时间它就会凝固啊。再给它放进去，继续都是那么过来，就那么简单。你们一直都在问我，问了好多遍，其实这个脆皮系列的真的特别简单，然后也很好吃，你们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凝固得很快，最后一个了，好了，这就完全做好了。咱们今天来给这个手套的果冻脱下膜，还有点热呢，先用剪刀给它剪开。你们猜能不能成？开始扒了，哎呦，成了，太成功了，好不好看？粉嫩的红空心碗冰脱膜，粉粉的，成了，太厚了。可以拉丝的刮，今天我也来试一下。哇哇，成了，哎，第一次弄还挺成功。哇哇，
好烫啊！我尝一下啥味道吧。跟那个南瓜的味道差不多，给这个矿泉水的海绵冰来脱个膜。超级成功，是不是可完美了？好美的颜色，八喜的冰淇淋杯，我买了五种口味，今天咱们来尝一下哪种口味好吃。先吃草莓味，再来一勺香草味，太盐了。抹茶，巧克力，
油差不多。